这个比较完美，是吧？这个还可以。先我把你这边用的东西弄一下，好吗？后面一点。出来了吗？还是怎样？对，一定拱的这边好过。嗯，后面一点点，好吗？好吧。这才刚开始。GKD 已经 GKD 了。就正绿布了，没了。没有。正绿正绿布了。因为后面还有人。我知道啊，后面还有人也得等着。我们其实今天肯定说他。好了，签的。那好，你对啊。对啊。那你们有心过，后面好像还有两位，不止两位。不止。这个好看，我觉得。后面还有五位。还有四，还有五位。你好，欢迎来到红苹果大酒楼，请二楼上座。贵宾室在二楼。您好，您订的包间的房间是您订的包间的那个电话号码，请报一下。是李先生吗？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这个好一点哈。是啊，对啊 ，yes。这个也要拍照的。他这个就是要求是绿背景。随便说。时间久了肯定受伤了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，复位。第二个动作。小严手不要出来了。好。那重来一下，不好意思。没事，他叠画，那没关系，不要。来，来再来一遍，三、二、一，来。来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非常好，复位。看一下，来再来再摆下一个，来录。第三个，好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。您可以拍个向前面的观众打招呼这种镜头啊。再来一个。也先停，前面停五秒，然后再那啥，停五秒，然后再打招呼。先停止动作，再做动作，再回来。对啊。是你要摆什么 pose？ 你要往前走吗？不走了吧？就摆 pose， 摆 pose， 不往前走。好，来，拍个全身。录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今天他不能站在那里，然后再随便走，一次到位。这是个连贯的，整个十秒是连贯的，定住五秒，然后一次到位，然后。够了吗？非常好，好，成功了，成功了。
那个摄影师呢？嗯，不见了。再见，再见，谁去了？谁知道的？哎呦，这衣服好看吗？辛苦各位工作人员啦！我们录制不到，然后摄影师先上去帮他们录。都是什么？这可以。哎，我们这组下多一点吧，刚才都下的不多。重点，好，来，各种比心好了，各种比心，各种心，各种心。好。我觉得。好的，好看啊。比心很好看的啊，工作人员都吃饭了，可爱的自拍的感觉都可以，好，玩起来，对，王老师稍微远一点吧，稍微远一点是吧，好的。那刚就刚才那比心，对，出来一点。可爱可爱。换一个，等会儿换一个二十七。这个裙子，现在现在剪，现在下面剪。剪到看，现在趴全一点，好吧？剪到了线头。拍开全身了，现在快点。OK。去剪了，哎，没关系。对啊，现在剪了。好的，谢谢。嗯，好的，可以垫个脚什么的。对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对，可爱的。表情不好，表情不好。好用啊。保持，我把到，我说一二三，好吧？好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没事，一二。你试试看，支撑屌也稍微低一点点。好的。正一点，正一点。对，腿要有一点动作，不然两个腿太直也不好看。那我需要看他们。对，刚刚有一点颠起来再试一下，一二颠一点，一二三，一点一身体要颠起来一点，对吧？好的。脸往这边来一点。头，这手不能太高。对，好，好，这个表情 OK， 这个动作也 OK。好的，好看的啊。动作可以吗？电脑那边。我们略微的摆动一下裙摆试试。对对对，把它动起来，再来。对，玩玩裙摆。好的。再来一圈。
哦。深特写可以，大一点的可以来。再拍大一点。包补上。为什么刚刚不要镜头转？手慢慢下来，慢慢下来。对，再下，到下巴这边。好，很好。对。再靠近一点。好的呀，我也在找那个导演组这边要，到时候我发给你一些。不看镜头，闭眼享受，对，微笑。您这边预算大概多少啊？也是再过来看一下。看镜头。